新闻最后带您来看，美国太空总署 NASA 宣布成功使用一套尖端雷射通讯系统，从距离地球3100万公里去传回了15秒的高画质影片，是第一支从深空传回的影片，而主角就是一只橘色虎斑猫正在玩耍。感谢您加入这一集的中视整点新闻，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感谢您收看，我是王志恒。祝您平安顺心，晚安。